放着小雨不断喜洋洋，各路英雄好汉来较量，竞技场上都是大赢家。就在周末晚上，银河万千在球场，哇哦！不知不觉哦，我们今天晚上呢，这节目已经来到了这系列的最后第二集喽。哎，是的，大家晚上好哦，时间过得真快耶。那我们的金河歌唱新人王的27位参赛者呢，经过了9场的复赛，还有3场的半决赛，就在上个星期呢，我们的6强终于诞生了。是，那当然说到这6强嘛，今天他们会出现哦，原定是他们养精蓄锐 ，OK， 在家里好好的这做准备，下个星期就要在我们大决赛的舞台上呢一决高低了。哎，是的，那今天晚上虽然没有唱歌比赛，但是我们的游戏呢是继续的进行，当然我们会继续的送奖。说到送奖，你知道上个星期我们送出了多少奖金吗？多少钱的奖金？总共是高达12万的奖金，是这个系列里面送出奖金最高的。12万那么多哎，所以大家记得哦，一定要快快到声松超市去购物啊，有机会被抽中的啦 ，OK？ 那当然，好了，那节目一开始呢，当然是要送百倍喽。是，马上进行我们的一波击中百倍奉还。一波击中百倍奉还。好，大家看到这2大箱的收据吗？就是你们这个星期来。到声松去购物呢，我们收集的这个收据哦。好，只要你有到声松去购物的话，就有机会被我们抽中了。祝大家好运哦！缤纷万千在声松哦，我们这么久以来哦，最受大家喜爱的单元就是这个一波击中百倍奉还啊。这一系列呢，我们有3次，也就是有9位的幸运儿哦。哎，对。好，马上呢要拨电话给这位朋友，我们第一通啊，一波击中百倍奉还的幸运儿。花费是53块钱，53块钱的花费。好，希望这位花天会快快来接听电话。是掐花天。哦，住在 Bedok Reservoir Road 的一位朋友哦。掐花天。哎，不晓得会来接听电话吗？快快来接听电话吧，记得哦，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之间。接到一个没有显示号码的电话，很可能就是我们打给你的。花花掐花天花天花天花哦花天 OK 好，应该是联络不上了。好，好，没关系，我们有这个幸运轮盘哦，来帮他决定要开哪一个格子。OK， 轮盘上面同样是声松超市，他的运气如何呢？会停在哪一个格子呢？是啊，继续 ，OK， 是多少倍呢？是，会是百倍吗？来喽，50倍，50倍乘以他的花费哦，还是一个大红包，恭喜2650块钱的奖金，恭喜恭喜！好，恭喜这位朋友，我们会顺便通知他。好，下来我们要拨电话给这一位哦，花了。61块4毛钱的朋友，61块4毛钱 ，Joseph， 应该是 Joseph 吧？喽 ，Joseph 什么？啊？李 ，Hello， 你好，请问你是 Joseph 吗？啊呀 ，Joseph 是吗？我们这里是缤纷万千在声松。哎 ，Hello， 所以我是 Joseph， 是打给你喽。是 Joseph， 你姓什么啊？姓李吗？C-S-E-E 恭喜恭喜，一波击中百倍奉还，百倍百倍哦 ，Joseph， 百倍百倍，哎，对了 ，OK， 4个格子选一个哦，声松超市，百倍在哪里呢？在松，松第二个啊，祝你好运哦 ，Joseph， 多少倍呢？松，百倍，我也希望是百倍哦。60倍也不错哦 ，Joseph。耶！哇，60倍很好的。恭喜恭喜，3684块钱的奖金，恭喜恭喜。哇，恭喜你 ，Joseph， 好开心哦。恭喜恭喜，我们会在书面通知你哦，拜拜。周末愉快，拜拜。拜拜拜拜。
好，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哦，再拨电话。这一位呢是我们第三位一波集中百倍奉还的幸运儿，花费是107.65元。哇哦，98359535是谁？燕玲。燕玲、yeah. Hello 你好，请问你是燕玲吗？请问你是燕玲吗？啊，是。你好，我是郑荣。我是钟琴。这里是缤纷瓦间在声松，恭喜恭喜你被我们抽中了。哦，谢谢。一波即中百倍奉还，你知道怎么玩哦？找出百倍在哪一个格子哦？声松超市。好，你想要开哪一个格子呢？啊，是有什么格子可以？四个格子，声松超市。四个字你要选哪个？声松超市。升吧，升第一个啊，祝你好运哦。多少倍？升是多少倍？是百倍吗？来看一看百倍多少倍。恭喜，恭喜，真的是100倍的格子哦，17.65元。听到了吗？谢谢。是百倍耶。知道了。恭喜哦，要不要谢谢你到声松购物，谢谢你。继续到声松去商品哦。拜拜。周末愉快，拜拜。恭喜，拜拜。好，那当然这是我们要给大家看一看我们前面两排哦，我们的这百倍都在升。都在升啊，好，来。好，恭喜以上的三位朋友，等一下我们还有两轮的一波集中百倍奉还，还有6位朋友有机会。是 OK， 待会会打电话给你的，你等啊。不过这时候我们要先玩游戏了。是的，我们是玩游戏送奖金。强高手拼奖金，接下来又轮到了我们的这游戏时间了。哎，是的，游戏玩法很简单哦，只要把这些小球呢用那个高脚杯送进这个小小的杯，就可以赢取奖金了。是，我们这里呢有10颗球哦，那每一颗是500元，限时是45秒，就要看看他能不能把5000元全部都带走。是，好，如果准备好的话，我们先欢迎第一位高手。Hello， welcome to the show。Hello, my name is Farhan. I sing at Dobanga Rice. Hi, welcome. Warm welcome to you, Farhan. Are you ready? You ready? Ready? Yes. Okay. Don't be nervous, huh? And all the best to you. 45 seconds starts now. Okay, let's go. That's the first one. Swing it up. Yes. Okay, pull it up. Pull it up. Yes, pull it up. Okay. All right. 好，要争取时间了。Swing up.Bring it down. Okay, pull it up. That's the way. 好，争取时间，45秒的限时。You can do it. Okay, bring it up. Okay. Cool. Okay, you're very focused. So stay focused. Pull it up. There you go. 好，4颗球了。还有15秒 ，You have got 15 seconds more. Yes. Hurry up. 魅力就是500元哦。Yeah. Hurry up, every ball is $500. Yes. 到目前为止第6粒球了。加油！第7粒可以顺利的送进去吧？啊！哦。Okay, time's up. Okay. Come over here. It's not that bad. Yeah, it's not bad. Okay. 我们总共呢是有7个球呢进了这个小杯子里头。6个球。好。6 times 500. Your prize money is $3,000. Are you happy with the prize money, Farhan? Yes. Congratulations. Congrats. Well done. 好啦，马上来欢迎今晚的另外一位高手。你好。你好。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开成，我来自红帽桥。是，其实我下午一看到他，我就在讲，他很像酒保这样，这个应该对你来说小儿科啦，可以吗？应该可以。OK， 好，你不要紧张啦，看你现在好像有点紧张这样，不要紧张啊。好，你不要管周围的人，你只要管你的球跟杯子就好了。祝你好运。OK， 高度集中，45秒，现在开始。好，加油，第一颗球来喽。OK， 拉起来，快点拉起来。轻轻拉起来。好。转，盖下去，拉起来。啊，好，争取时间。就是这样，拉起来，小心。拉起来啊 ，OK。再接再厉。OK， 拉起来啊 ！OK， 好，一盖就可以拉了，加油！盖 ，OK， 拉，小心拉 ，OK， 哎，OK，
没事没事没事，可以的，不要慌不要慌。嗯 ，OK， 好。围着那个杯子，围着杯子。哎呀，别紧张啊，三个。哎呦，好可惜。十秒。转转转，盖。OK， 来。慢慢拉，慢慢拉啊。OK， 好。是，再来一个。三秒，快点。你可以的，你可以的，快点拉起来。拉拉拉。OK， 好。有。时间到哎。是，刚好最后一秒，刚好最后一秒。不错不错。是，这真的是七了，我没有算错。OK。好的。七个。七个乘五百，你知道奖金多少吗？3500。3500，对了，恭喜恭喜。好，那这个游戏呢，在这个系列呢，今晚是最后一次喽。那我们还有两个游戏哦，谢谢，稍作休息。好，待会呢，我们的就表演嘉宾就要登场喽，稍后见。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庄学忠大哥，给我们带来这首《合家欢》。走遍了万水千山，尝尽了苦辣甜酸，如今又回到了旧时的庭院，听到了烟雨呢喃，孩子里头心母亲的怀抱，母亲的怀抱温暖，经过了云雨风霜，历经了艰辛困难，如今又回到了旧时的庭院，听到了亲热的呼唤，孩子你投进母亲的怀抱，母亲的怀抱温暖，从此后我们合家团圆，莫再要离别分散，从此后我们合家喜欢，我再要离别分散。走遍了万水千山，尝尽了苦辣甜酸，如今又回到了旧时的庭院，听到了烟雨呢喃，孩子你投进母亲的怀抱，母亲的怀抱温暖，经过了云雨风霜，历经了艰辛困难，如今又回到了旧时的庭院，听到了亲热的呼唤，孩子你投进母亲的怀抱，母亲的怀抱温暖，从此后我们合家团圆，莫再要离别分散，从此后我们合家喜欢，我再要离别分散。哇，欢迎我们的庄学忠大哥，欢迎。哇，庄大哥，每次看到你呢
保持在最佳状态哦。来，赶快跟粉丝们打个招呼吧。好，谢谢，那也谢谢我们的啊几位好朋友特地今天来到现场给我支持哈，拿了我这个照片啊，真的。对，而且我相信很多在外头啊看着电视节目的朋友呢，都在等着你的出现。是。庄老师，最近是在忙些什么呢？那其实最近呢，开放之后呢，可以算是比较活跃了。有算回到之前的一个常态啊，那就有制作一些歌手替别人制作一些唱片，然后呢自己也在准备下个月还有一场演唱会这样子。是，那应该是挺向往的。演唱会的细节可能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哦。是我下个月的一个是8月10号，那会在吉隆坡的云顶那云星剧场有一个个人的演唱会。是哦，所以大家要记住这个日子哦，8月10号在云顶。对，好，有一个演唱会，是，其实离我们很近啊，所以要到那边去支持的话，真的是挺简单的。好，是，先祝你演唱会成功哦。谢谢。好，谢谢我们的庄大哥，谢谢。好，那当然这时候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哦，如果你真的对于这个舞台表演很有兴趣的话，有机会来了。是的，下个系列呢，我们要进行的是金河儿童唱游比赛，怎么参加？来看一看。金河儿童唱游比赛正在招募下系列的参赛者，只要你的年龄介于6到10岁，欢迎组成3至6人的小组前来参加。报名方式很简单，请把1分半的演唱视频还有个人资料电邮至以下邮址，报名截止日期是9月15号下午5点。就在周末晚上一波击中百倍奉还。好，这是今天的第2轮哦。有在家里等我们的电话吗？希望等一下电话响起的时候呢，你们可以自己来接听，然后也希望你们都可以赢走百倍奖金。是的，我们的这个同事刚才提醒我，千万不要忘了跟大家讲，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还有200位幸运的朋友哦，会有机会赢取100份我们生松超市的100块钱的礼券，还有200份我们这100块钱生松超市的礼券，还有电子礼券。是，我有点乱，因为太多了，你知道吗？要送的奖太多了。只要到生松去购物呢，赢奖金的机会也是真的很高了，很高。你快快到那边买东西就对了 ，OK。好，这位朋友他的花费是54.05。他的名字是是姓川吗？对，什么温川呐？春温川呐？春是温吗？对啊。OK， 好，写的有一点潦草了，所以我们很努力在看，这样 OK。对，应该是54.05的花费，我们先给他接电话，接了电话我们再问他名字好了。是，来吧，自己接电话吧，来测百倍哦，百倍来了。是，这是第4位哦，一波击中百倍奉还的幸运儿。节目结束之后，200份哦，100块钱生松超市的礼券，还有电子礼券。是的。没办法联络上他。好，这位朋友应该没有错的话是 Gun Woon 光 Woon Chan。哦，我今天看到了哈。应该是了。OK， 好来。OK， 来，快点。我们让现场观众来猜好不好？百倍的位置到底在哪里呢？来，你们猜在哪里？松超市要开哪一个？生松生啊！好，来生多少倍？百倍，是百倍吗？来喽，百倍，是不是百倍？哇，80倍，不错。是80倍哦，80倍乘以花费呢，今天晚上获得的奖金是4324块钱。哇哦，真的是谢谢你们哦，也恭喜这位朋友，我们会书面通知他，恭喜他，恭喜。那下来啊，我们的第5通一波击中百倍奉还，花费是7660。你在报资料吗？7660没有，不是，我是跟他们讲价钱，你听成哎呀，那是呀，你明天自己去。76.6元，让他挂断我们的电话。这咋回事 ？OK， 我们试多一次，可以看看这位朋友 Take Try 会不会听我们的电话。别怕，是我们。Try， 因为我们是无显示 ，OK， 所以可能他们也不知道。我们是没有显示号码的。Quick，
听 try。但是就算我们显示号码，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号码。OK， 是，可能他真的在忙了。OK， 好。所以连续两次都挂断了。好吧，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来了哈、哦，我们来测百倍的位置哦，看这次准不准哦。升、松、超、是，百倍在哪里？升啊！升。60倍再乘以花费，恭喜4596块钱的奖金，恭喜恭喜！哎，也不错哦，恭喜这位朋友。好，下来的这一位哦，他的花费是过百的 ，OK， 他的花费是120块2毛钱。哦，是64吗？还是69？应该是69。啊，69。Sorry, I'm sorry too. OK， 好，我们试着播多一次哦，因为写得很早，所以不是那么容易看清楚了。OK， 24。呀，好，你不要把电话那么大声讲出来，让全新加坡人打电话给他，叫他分你点红包啊。没有，最后四个号码还有。是 ，OK， 好，希望我们的这位朋友会来接听电话。对 ，Long Kid， Tay Long Kid， 对 ，Tay Long Kid。住在应该是盛港那一带。嗯，哎，为什么不接听电话呢？还是没听到呢？是，他是在哦 ，Anchorville 351大牌351 Anchorville 的生松超市买东西的。嗯，来喽。OK， 哦，都没接电话。好，没关系，来吧，又是轮到你们喽。海贝在哪里呢？生松超市在哪里？大声一点。10块钱的这个花费哦，乘100倍，12020块钱。哇，太厉害了！恭喜恭喜，也谢谢你们哦。是，那当然要给大家看一看哦。第二排，我们的百倍在哪里？在哪里？松，这里呢？升。哎，是的，没错。那待会儿我们还有另外一轮哦，一波集中百倍奉还。那在这之前，我们还是要继续送奖金。是，我们接下来是玩游戏送奖金喽。好，最强球王赢奖金。是，下来呢，我们要玩的这个游戏非常的简单哦，在现场呢，你们也看得到我们的这一球场啊，球场已经来了，然后我们的这龙门也准备好了。是，那有6个机会哦，我们的球王呢，可以看到这里有6粒球，红色的是大球，每一粒是1000。白色的是小球，每一粒是500，所有的球都成功踢进龙门的话，最高奖金4500元。没错，我们今天的两位球王感觉上都很高。哎，是耶，真的。Hello， 你好。好，我是张荣德，从东南亚安排。来跟大家打个招呼，来前面来挥挥手，挥挥手，挥挥手啊。啊 ，OK， 好。哦，腼腆哦。是。好，你不要客气哦，敢敢踢哦。希望你可以赢走最高奖金啦！准备好的话，试试看。45秒啊，准备好了吗？现在开始。好，加油了！第一个球来了，45秒的限时。哎，漂亮，不错，哇！再来，下来是1000块的红球哦。耶！好，另外一只脚小心，另外一只脚啊，给来。好。哇，这么慢也可以。是稳扎稳打哦，就往龙门去哦，准准的，准准。好，2粒红的，他推进去的不算，你们不用怕。好，还有最后的18秒。好，起来，快点。弄啊！歪了一点，好。是，没错没错，我跟你讲，虽然只有4个球进入龙门哦，可是奖金还是很高。哎，是的，2粒大球，2粒小球，也就是说你的奖金是3000元呢。恭喜恭喜，3000块钱的奖金，恭喜！好，现在马上来欢迎我们的另外一位球王，你好。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伟杰，我是住在牛车水附近。
Hello， 你好，中气十足哎。是，感觉上我们的这王大哥很有自信，很有信心是吗？是啊 ，OK 了，应该没有问题了。起来了，我们看好你啊，给不要紧张哦，集中就可以了。45秒，准备好的话，现在开始。好，45秒的限时，第一个是500块呀。哎呦，瞄准才踢啊！啊，就是这样， okay. 就是这样，红色的瞄准。好 ，Go！ 再来一个瞄准，进了，瞄准，漂亮！ Yeah. 来，不错。刚第一个球是你太紧张是吗？我看着太紧张了，所以踢偏了，你知道吗？放水。OK。好。不错，你的奖金呢是4000元，开心吗？开心。哇，恭喜！继续到声中购物，希望下次还会抽到你哦。好，我们这个节目呢也到这个系列是结束了哦。是这个游戏啦。哦，是。这个我刚才讲什么？这个节目、oh, no, 还没有，下个礼拜还有大决赛。OK， 好。那广告回来，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游戏。好，待会见呢。强大脑力大比拼，下来呢，我们要用球的颜色还有这号码来玩游戏了。哎，是的，看到这个大箱子吗？里面不同颜色的球哦。等一下呢，我会在里面抽出不同的球。那我们的博士呢，就需要在45秒之内，依照顺序说出我抽出这5粒球的颜色还有号码来赢取奖金。是，我跟你讲，我来考一考你好不好？嗯，好。3个颜色号码，然后看你可以记多少。Okay, 第一个来了哈。好。07黄，黄07，好。第二个来了，哇，14黄，哇，好 ，OK， 好，这个太容易了啦，对你来讲，哇，19青 ，OK， 黄07，还没有，还多一个，31青 ，OK， 来4粒，告诉我答案，第一粒，黄07，啊，黄14，啊哈，青17，青19，青17咩？刚才，青不是19咩？有了，我讲19哎，你没有讲哪一个先吗？我就讲出就可以了吗 ？OK， 算了 ，OK， 他是不可以当博士的，所以呢，我们要邀请真的博士来考一考了 ，OK。Hi， Hello， Welcome。Hi。Say hello。Hello， my name is Adib， I'm from Bedok。OK， Are you confident？ Can lah。Okay. Don't be as nervous as her, okay? Just yeah, now. Yeah, very nervous. Okay. So you just focus. Okay. All right. Don't look at me. Look at my hand. How? Are you ready? Right, boss. Okay. I'm gonna pick the first ball. Green 31. Remember, green. 第一粒球青31. Green 31. Second ball. Yellow 06. 06 yellow. The 第二粒球 Remember the second one? 第三粒 Green 25. 25. Green 25. Yes. Fourth one, red 37. 37, 37 red. Okay, remember the first one, second one, third one, fourth one. Last one.Yellow 11 11黄，好，我们的5粒球都已经抽出来了，5组颜色跟号码 ，OK， 好，来吧 ，OK， this way please， Adib， if you are ready， you have 45 seconds， and the time starts now。Green 31， Green 31。Yellow 6. You hear the clap? Yep. Red 25. Red 25. Whoa. It's green 25. Green. Okay. Red 37. Red 37. Okay, the last one. Last one. Come on. Hurry up, 5 seconds. Yellow 11. Yellow 11. Whoa. Well done. Thank you. Wow, you have at least 4 numbers correct and the colors correct.
Yeah. It's really not easy. Congratulations, $4,000. Yeah, that's very friendly. Okay, all the supporters, hello. Your family here? My sister and my father. Whoa, okay. Hello. Well, they must be very happy for you. Yeah, they must be very happy. Okay. Well done. Well done. Because they got the money, ma. Oh, no wonder. Okay, clever that you come.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好，下来我们要欢迎我们的第二位博士登场了。大家好，我叫杨炳南，来自堪培拉。好，杨博士，别紧张哦，你也可以的哦。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五位博士赢走了我们最高奖金5000元的，所以这不是不可能的任务。可以。好，准备好的话，我可以现在开始抽球了吗？可以。好，来了。杨博士很集中，你看他的脸部表情。对，来了。好，来了。绿球。第一个球。红色，48。48红，第一个球，第二组号码要出现了哦。红色，45。45红，好，哎，到目前为止运气不错哦。第一个球跟第二球记住了啊。第三粒球，红，黄色，16。16黄，16，还有两组号码哦。第一个号码，第二个号码，第三个号码，记住了。第四个又是红色，36。36，36。好了，最后一组了，颜色号码是什么呢？黄色，14。14黄，其实呢五组号码还有颜色，感觉上不太难，原因是只有两个颜色嘛。好，来吧。好，杨博士。杨博士，下来要看看你45秒里头怎么发挥你超强的记忆力。准备好的话，45秒，现在开始。48红，48红。对了。掌声响起了。45红，45红。好。16黄，16黄。36红，36红，哇，最后一个了，能不能？14黄，14黄，哇，太了不起了！你是怎么办到的？老婆逼的。老婆逼的，要回去交钱是吗？对。哎，其实真的不容易哎，所以老婆有跟你讲，就是好好加油啦，加油打气。老婆有来吗？没有。哦，老婆没有。怀孕。他是哦，他全收吗？还是有分？应该是钱收了。哦，是是是，他也不是收给自己用啊，给宝宝用的。好，用心良苦啊，是也很拼啊。第一组500、1000、2000、4000、8000块钱。哇，恭喜你们哦，8000元的大红包哦。恭喜恭喜恭喜老婆大人。是，恭喜哦，你是我们第六位赢取最高奖金的博士，再次恭喜你。谢谢。是，恭喜恭喜！你看，真的哦，到我们的这声松去购物赢奖的机会真的非常的高。好，我们这个系列的游戏就玩完了。是，好，好，那当然，这是我们要稍作休息了。广告回来，继续送百倍。一波击中，百倍奉还。好，这是今晚的最后一轮了哦，会不会抽到你呢？你在哪里呢？我打电话给你的话，你会接电话吗？来喽，祝大家好运哦，希望你们都可以抽中百倍哦。是，那当然在我们地上的这收据哦也不用担心哦，因为其实呢每一次我们这一波集中百倍奉还一抽出来之后呢，我们工作人员会帮忙把它捡起来，所以大家都还是有机会的。是，因为节目过后呢，我们会在这两箱收据里面抽出200位是幸运的朋友，送他们100的购物礼券哦。是，好，下来我们要拨电话给这一位哦，花了108.95元的朋友。哎，108.95元。哎哎，我们的电话有点 OK， 我们用另外一支电话。来了来了来了，好。希望我们的这位朋友会快快来接听电话。春葵，说春葵，春葵呀，是说春葵，住在玉朗那一带的一位朋友哦。春葵，哎，你看我们都有默契。春葵来哦，我们聊电话来。
好，春葵春葵快点来接听电话。是108.9元的花费。好，没办法联络上他。来，你们来选吧。刚刚你们有侧中了一个百倍的位置哦。那这一次的百倍又是在哪里呢？生、松、超、市。生还是松？哇，好一致啊！生啊！大家很一致。大家都说来大声一点喊什么啊？多少倍？生啊！多少倍？真的是百倍吗？喊得好齐哦！100倍哦，其实我跟你讲，100倍的话再乘以这个花费哦，这奖金肯定非常的高哦，因为它高达了18.95元。哇，你们太厉害了，真的要谢谢你们哦，好厉害。是，我也觉得你很厉害。为什么呢？因为你刚刚抽的这三张收据，每张都过百啊，阿姐。Oh, really? 真的吗？是，下来的这张收据哦，109.5元。是，哇，是深松的顾客很厉害，他们知道要去哪里买东西。是。我们看这位朋友是在哪里买的？就对了啊！这位朋友是在，咦，这个哦 ，Bedok Reservoir 的739A。哎，哦，有一间，好。OK， 好。别挂电话，别挂电话啊！我再来多一次。我们试多一次，看有没有办法联络上他了啊 ！Wong Kok Wing， 很高的花费哦，109.5元的花费。Wong Kong Wing， 我们来电咯，是我们。对，来快接听电话哦，接吧，开这个格子，勇敢一点，把电话接电话吧，勇敢一点。Wong Kong Wing，Wong Kong Wing。OK， 好，他挂掉你的电话，好，可见你多不受欢迎，你看，人家不要听你的电话，他还知道是我来。OK， 来，生松超市要开哪个格子？对，开什么？哇，现在是松是吗？举起二啊，松好，我开松了多少倍？百倍，大声一点！会是百倍吗？多少倍？哇！为什么你们这么厉害？是百倍都出现了，10.955元，哇！这样就送20000了，好好猛啊，你们好猛。下来呢，我们要播今天晚上最后一通了吧，是第9位了，百倍奉还，希望他会快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要有点音效， OK， 要有点音效啊。他的花费是181.5元。哇，所以是百倍的话是18000呢。哎呦，哇哦，好厉害哎，18000。 Hello， 181.5元的花费。喂，你好。还没，阿姐不要紧张，人家还没有听电话。Hello， 没有。OK， 别紧张好不好？是，我们也不要那么紧张。OK， 来快听电话，这位朋友叫 Chua Biping， 美平。PH 是 Fing 嘞，是，可能是 B Fing 嘞 ，PH 吗 ？PH 是。Pheng， 可能发音啊，或者是拼音不一样。呀，为什么他们今天都在忙吗？为什么没有听电话？可能他们没有那个是 silent mode， 懂吗 ？OK。哦，静音的，他不知道有人打电话给他。好，你们准备好了吗？责任重大，老爷夫人们。可以侧重。责任重大。对，可以侧重第三个百倍吗？可以吗？可以，太厉害了！好，生松超市百倍在哪里？升啊 ，OK， 很多人指一啊，大声一点，是不是升多少？升多少倍？百倍，真的吗？我跟你们一起喊百倍，哇，你们真的要给自己掌声鼓励，太有福气了。你们怎么这么了不起啊？恭喜18150元的奖金！哇，三个百倍都送出去，三个百倍都是我们现场。
场观众测出来的，真的是厉害厉害，好厉害，非常感谢你们。好，那当然啊，为了要慰劳一下你们，我可以跟你们讲一个好消息 ，OK？ 快点到生松去买东西，我们希望能够抽到你。是，下个星期是我们的最后一集哦，是最后一个机会喽，赶快赶快。是，那另外的一个好消息就是，哎，我们的这本地歌手林玉婷要登场喽。哦，林玉婷老师的妹妹。是，好怀念她的歌声哦，马上要邀请她到我们的舞台上来了。是，她带来的歌曲是《无恙》。无恙。好。好，马上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林玉婷。相信是一站，不为往思绪未完，看目光一抹斜阳，打翻不经意的伤，爱难忘心事深牵挂，只盼离别暂缓，缘分未散。我捡起了时光，任凭过往坠乱。那些离别旧账，终会被珍藏。有些爱与谁无关。就能无恙，曾有原因才让对方无法了解你，曾有原因才彼此疏离，在爱里谁不努力，总有原因才让对方无法陪伴你，有些失去也许会换种方式重新回来找你，让体谅总在深夜里肆意演变成为难自己，我们都是要学会接受那不够完美的自己，不必刻意看过不同的潮汐才找回不一样真的，真的感觉很不一样。再次听到玉婷哦，在舞台上现场演唱，很久以前了，是刚刚为我们演唱的是《无恙》，也就是《祖先保佑二》的插曲，对，还有体谅，体谅是挖到宝的插曲，
什么样啊？在舞台上再次这样表演唱歌，应该有点感触吧？有点紧张哎，因为太多年没有这么做了，听不出你紧张哎，真的吗？你声音还是很有穿透力的吗？没有了，我相信，因为也是啊，可能生活上也有别的东西，可能要去啊帮忙照顾，好像小朋友啊这些，所以也没有什么机会啦，能够有机会在舞台上多一点跟大家见面，希望会有多一点机会。是是是，所以有打算要出单曲还是专辑吗？没有哎，暂时没有这个机会。奇遇老师没有帮忙吗？哈，奇遇老师你在干嘛呢？妹妹有这么好的声音，我会问他。是，接触了这些了，现在都在忙些什么、啊？日常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应该挺关心的。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工作，陪小孩，运动，健康。所以你现在是属于教育工作者吗？我有一间补习中心呐、啊。嗯，对。然后除了这位，就是跟奇遇老师，他没有叫你唱歌，他是叫你去骑脚车。我有跟他骑了几次，可是压力很大，跟他骑脚车，因为他很快，我追不上。哦，那是因为你少练吗？我跟你讲，可能奇遇老师我少练，没有，可能奇遇老师用心良苦，你知道为什么吗？他就要骑，让你锻炼你的肺活量。可能对啊，对对，你说的对。呀，所以你看，真的有差别的。是，所以你唱奇遇老师做的曲，没有压力吗？我跟他骑脚车比唱歌有压力。为什么？是因为他唱歌比较自然吗？没有，他唱歌比奇遇老师好。没有，不是唱奇遇老师的歌，奇遇老师有压力。没有，因为我对骑脚车我比较没天分，是，所以我需要很努力。呀、已经很久没有骑了，可能是你也很久没有唱歌了，希望很快可以听到你的新的作品。是，不过我们要更正一下，我们跟大家提醒一下 ，OK？ 我们刚才一直讲林奇遇，大家都知道林奇遇老师是谁啦。我们这样提他是他哥哥哦，你们不要以为他是他另一半还是什么。啊，对对对对，因为我刚才没说，我们一直在那边讲，呀，一直在讲。没说是我哥哥吗？小提，我们要让他们再知道，他们听多了误会。温馨提醒啊，这位是林奇遇老师的妹妹。是，对对。那当然啊。大家可能也是很希望啊，能够有机会再听到一些啊你的新作品也好啊，啊也希望呢有机会多一点看到就是你在舞台上的表演。是我们下一次看到林奇遇老师的时候，我们会催催他的，哎，赶快写多几首歌给妹妹唱。哎，其实我很好奇耶，玉婷，现在反正就社交媒体也很多嘛，然后啊有机会的话，为什么没想到就是多一点唱歌跟大家分享？对啊，其实我是没有什么时间呐、啊，okay. 所以。唱歌只是打发时间而已，是也不是打发，就是一个爱好兴趣。嗯，是 OK。你等孩子再大一点，还是很喜欢唱的。是，有机会唱，我还是会。对，是我们都很期待唱。希望你挪一点时间出来给我们。嗯，我会的，我会的。多表演。嗯，好，我会，我会的。谢谢，好，来再次掌声好不好？谢谢我们的林玉婷，希望她多多加油。OK， 谢谢，谢谢。好了，这时候也要跟大家说，我们的节目今天晚上来到了尾声，下个星期就是我们歌唱比赛的大决赛咯。哎，是的，我们六强应该会有非常激烈的竞争哦，大家一起期待吧。是，那当然除了那个之外，还有我们的这表演嘉宾就是 Jeremy 田明耀，所以记得一定要准时收看我们的缤纷万千在声松，拜拜。伴着笑语不断，喜洋洋，各路英雄好汉来较量，竞技场上都是大赢家。就在周末晚上，缤纷万千在声松。